需要更可靠的搭档。大疆 T60 农业无人飞机应时而生，作业多场景，场场都出色。56寸高强度桨叶，140毫米大扭矩电机，350安大功能电脑，综合拉力提升33%，可实现低电量60公斤高速播撒作业。T60 全面升级的农业安全系统3.0，采用全新航电、三目鱼眼视觉系统及有源相控阵雷达，算力提升10倍，观测距离提升至60米，支持大坡度免航测作业。在保障对电线杆、树木高避障成功率的同时，进一步提升对枯树、针对电线场景的避障成功率。病虫草害严重影响作物生长，防治管理要高效。T60 农药再种提升至50升，双喷头最大容量提升至18升每分钟，适应更多大水量场景。T60 低光全彩 FPV 采用虚拟云台技术，结合电子资管算法，画面更流畅。配合75瓦夜盲灯，夜间观测距离高达25米，切换黑白画面，细节更清晰。标配大型航测近途功能，三架次可实现250亩航测作业。智能识别地块与障碍物边界，离线起飞，全自动作业。播撒作业需要极致的效率与精度。T60 可快速换装播撒系统，载重提升至60公斤，最大飞行速度13.8米每秒，最大波幅提升至8米，最大流量190公斤每分钟，播撒效率大幅提升。播撒系统采用可更换的螺旋桨头设计，流量精度翻倍，物料适应性进一步增加。大田、山地、水产养殖作业场景通通拿下。作业参数及流量校准模板支持云端保存，减少繁琐准备工作。搭配 Mavic 3多光谱板，针对长势不同的作物，可生成农田处方图，指导 T60 电量撒肥施药。果园地形复杂，灌层茂密，病虫害防治更具挑战。T60 可增配为4个压力离心喷头与60升水箱，一级压力雾化，二级高速离心雾化，使药液粒径更细腻，配合28升每分钟超大流量，穿透力大大提升，业内药业覆盖率提高38%。全新果树模式4.0，航测最大面积增加50%，单架次航测120亩，支持树航规划，果树航点插入与高度调整，三维航线自动播撒。大疆智图、大疆智慧农业平台，智能遥控器实现数据互通，一个遥控器就能轻松管理果园。遥控器信号遮挡时有发生，欧四图传系统数据传输速率提升50%，遥控器屏幕亮度增加16%，画面流畅明亮。还可搭配4G 增强图传模块，当遥控器信号遮挡严重时，自动切换为4G 数据电路，信号更稳定。电池前置设计减少农药化肥侵蚀，左右双卡口设计插拔便捷，大功率连接器提升通油能力。40安时智能飞行电池容量增加33%，全能变频充电站延续电喷技术，燃油经济性提升15%，搭配风冷散热器，10分钟充满80%电量，还有 C10000T 充电器满足试电充电需求。这就是大疆 T60 农业无人飞机，农业生产可靠搭档，你的全能干将。一台农业无人飞机如何帮你精打细算？其 CP150 具备喷洒、播撒、航测、运输4大功能，70公斤最大载重，安全高效的智能控制，简单多样的操作方式，快速经济的充电方案，一台飞机满足多种农事场景，让你享受到农业科技带来的效益提升。T150 飞行平台采用全新结构设计，强化机身材料，更加稳固可靠，维养成本更低，升级电机电条与螺旋桨带来强劲动力，分体快拆架构，机皮与螺旋桨双折叠，方便搬运转场，简化机身组件 ，IPX6K 防护性能，耐用易保养。精准喷洒是提高植保效果、减少药剂浪费的关键。齐飞锐喷系统采用柔性叶轮泵和智能离心喷头，60升标准药箱，最大流量30升每分钟，雾化颗粒从60微米到400微米任意调节，最大10米喷幅，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，喷洒效果依然有保证。针对母用量大的喷洒作业场景 ，T50 可选配4个离心喷头，可升级至70升大容量药箱。利用4旋翼强大风场，药液穿透力更强，叶面叶背都能均匀覆盖。播撒作业工作强度大，对农业无人飞机的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。T150搭配第4代极飞锐波系统，拥有115升超大料箱，70公斤最大载重，280公斤每分钟下料效率，高达13.8米每秒的播撒速度，每亩仅需6秒，效率遥遥领先。小阵式垂直甩盘，赋予颗粒更快的垂直下落加速度和更强的抗风能力，8米有效波幅，均匀高效，加大双边装料口，轻松加料。适配3款角笼，满足撒肥、播种、撒粉、投饲等多种场景需求。田间地头的物资运输 ，T150 也能帮上忙。全新的极飞锐运系统，具备舱运和吊运两种方式，快速装卸，高效运载。65公斤额定载重，30米最大高度，13.8米每秒最大运输速度，2公里最大运输距离，减轻人工负担，降低运输成本。T150 搭配第3代极飞锐图系统，一键航线规划，全自主飞行拍摄高清图，自动图像拼接，实时3维建模，落地快速出图。轻松完成农田、果园高清测绘任务，单次测绘面积可达200亩。新一代极飞 Super X5 Pro 智能控制系统，飞控架构进一步简化，采用车规级芯片，算力提升10倍，融合了飞行控制、环境感知、数据传输与 RTK 导航功能，赋予 T150 更强大的自主飞行与高效作业能力。前置 FPV 摄像头的视觉影像与 4D 成像雷达完美结合，可精准探测1.5米至100米范围内的障碍物，带来更为全面清晰的感知与避障能力，为飞行作业保驾护航。
台农业无人飞机多种操控方式，集飞农服 APP 一键操控，让 P150 全自主完成农事作业。单手遥控器，小巧便携，简单省事，方言播报更亲切。全新带屏遥控器，轻便灵巧，可靠耐用。双握柄握感舒适，双摇杆操作细腻，双天线折叠方便。6英寸 2K 高清显示屏，角度可调节，续航5小时。屏体易散热，双手操作灵活安全，单手也能轻松拿捏。搭配集飞熟练，拓展通讯范围，不再担心断联。农事作业争分夺秒，充电效率尤为重要。集飞智能超充电池支持燃油移动充电和市电直充，单块电池充电最短只需8分钟。IP65 级防护能力，结合全新的水雾冷却方案，降温效率远远高于传统水冷方案，实现落地即充。即使在高温天，两组电池也可循环作业。集飞新能源车载充电器，一次可充2块电池，成本更低，告别噪音，绿色启航。地块分散，作业量小，你还能选择 P60。P60 具有和 P150 相同的智能化程度、操控方式与充电方案，拥有30公斤有效载重，15升每分钟最大喷洒流量，190公斤每分钟最大播撒量，满足绝大部分农事场景需求。小身材也能派上大用场。一机多用，精准高效，操作简单，充电快速，精打细算，面面俱到。这就是集飞2024款农业无人飞机。